各位大家好，今天要玩的是 Skull。那这个游戏呢，它是一个横向卷轴的 roguelike 游戏吧？那它就是主要的内容是扮一个小骷髅，然后跟别人战斗，然后它的获取能力好像是把别人的头拿来当做自己的能力使用吧？类似，该说是洛克人吗？应该是吧。他就是一直闯关，随着进度就是会增加能力吧，就是像以往的 roguelike 游戏一样。好，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巫蛊棋。大鼓跟小鼓，头掉地上。人类那群，那怎么翻译怪怪的啊？冲刺，B 冲刺，A 跳，跳，翻译实在有够苦的，给我一个武器，大腿骨。不讲武德，直接砍！魔女，魔王，哎呦，变猫了。警卫队长挂了，食人魔，非常强大，罐头，哎呦！把自己头丢出去，LB 换招，RT，各种神奇招式，哦，食人魔。哈哈，我。你是谁？
밝은달이떠있던밤이었습니다소녀는계속해서달렸어요그뒤를검은형체가쫓았죠한국한원아픈다리로열심히도망쳐봤지만추격자는결국소녀는결국지쳐쓰러졌고그런소년의위에그림자가들이오는거야저는그소년의마지막을지켜보려했어요불쌍한것어허拯救魔王大人，你骨头。去哪里？素金，皮管打素金。好拜不不不不不慢人群这是什么东西？八字哦，练习用的稻草人，骷髅稻草人。有啥？哦，两个地方
对。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变好啊？你才滚！暗杀用短剑。卖了，哦，什么东西？哦，我爆炸了。救命啊！啊！哦！要怎么拾取啊？盾牌，哎，对啊。黑法术，嗯，没钱了，哇，我要死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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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勇者，吼吼，爆炸了！唉，你知道我迟早会爆炸的。我过去剪头哦。哦。哼。嗯啊嗯。哎呀，我靠！不，
就是代表一个是怪，一个是保护，是不是？切换攻击。这啥？是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我们是，我好废啊！恶性。骷髅转换，你是谁？死了还能移动？魔法。魔法攻击力，骷髅枪兵，谢谢。
这我要爆了！这什么光速光速祭坛？我就是要砍，砍就对了。怎么变没谁盾嗯，然后嘞，哦，哈哈哈哈，好烂哦，你好烂哦，你好烂哦，你好烂。冰冰。一个。召唤小兵，我靠！一刀，那是谁啊？
转换的时候真的放一个炸弹。大宝箱呢？哇，绝望与痛苦。这个普攻或者是什么没两秒。不踏实了。来啊，帮！鬼哦！然后今天就玩到这边啦。那这个关于骷髅的游戏哦，个人觉得还蛮好玩的。我觉得 roguelike 游戏都还蛮有趣的，不过就是要花长一点的时间，因为你不太可能靠一开始的那个装备跟攻击力去破关。那应该都是一种累积而成的一种实力的累积来得到成就感了。那这个游戏哦，目前我现在看起来就是画面还不错啊，然后它也有自己的设定，不过目前繁体中文有点问题，所以我转成简体中文来玩。那目前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Roguelike 就是要有多变性嘛，那它这款的多变性就是在，因为它很多游戏都会有那些增加攻击的东西啊，那这款游戏就是借由头嘛，借由不同的头去换它的技能，那这两个头中间切换，增加它的灵活性吧。那武器那些的变化，基本上每个 Roguelike 都有了，那也不说了。那我现在就碰到第一个王，那其实他连第一个王都随机性都是随机的，我是觉得还不错啊。那后面就看他是怎么演吧，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玩玩看，这个游戏还蛮有名的，而且蛮多实况主在玩。好了，喜欢的欢迎订阅、按赞，然后开启小铃铛哦，各位大家，拜拜。